成立150多年以来，标准普尔评级服务一直是全球领先的独立信用风险研究和基准的提供者。我们发布了约120万项评级，其中涵盖企业、政府、金融机构和其他实体。信用评级使用字母评级符号，从 AAA 到 D， 表达了我们对发债人及时并完全履行财务责任的能力和意愿的独立意见。信用评级反映了我们对于信用风险相对水平的看法，因此获取评级可以帮助企业吸引更广泛的投资者，或在与银行和供应商谈判时争取更多有利条款。如需了解更多有关标准普尔信用评级的信息，请访问 spratings.com。